听小手胖一些，听节奏爷爷这手吃小吃小手，喵喵吃小手。听节思想心态重啊，一个包我就弄一个，就一直瘦下来了。真的还好啊。这些年瘦的，十一个瘦瘦瘦，这怎么瘦成鬼吧？这也好。家里婆里这些嘛是蛮大的名气，好得意。啊，这些都才歪了，到处转了。现在屋里这些都歪了转，妈妈常讲的。